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各位维新贤士，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台湾平安，世界真和平，啊，各位维新贤士同修，37年的岁月创下了5000年来第一个世界新宗教维新圣教，是以宗教和学术融为一炉，在台湾八卦圣城发祥地，成就了维新圣教一经大学、维新圣教学院，还有维新圣教天剑维新博士这个免誉。天剑维新博士啊，所有的法师讲师带着各位贤士同修，陪着师父走这一趟37年的岁月，我除了感恩以外，还是感恩，再感恩。我们祈愿龙天护法保护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这正是王禅老祖给各位的方向。台湾祖师恭请王禅老祖光降，赞曰：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若这个字眼已经在告诫我们要有信心，要有智慧，所以一路走来，现在我们可以正正确确的将台湾祖师所开示的真言，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都是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的圣身法身和化身啊，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本着天下一家亲、世界永和平的法轮，我们一起向前推、向前迈进。今天
啊，非常难得的机会。己亥年12月22日是维新圣教。己亥年，王禅老祖普天，台湾平安大法会，2月2，龙抬头，3月3，天赐福，4月4，金钟响，5月5啊，正气开，6月6，正见和平，7月7，灵归心，8月8，八卦心，9月9。万灵归心，天下一家亲。10月10，天地人三才天经合而为一，为心。所以今年啊的整个的祈福台湾平安的法会是圆满的。所以天公就在当下出巡，到各分支道场，到各位的家，你们要请天公到你们的家，到分支道场，只有一部经《鬼谷先师天德经》，凡有所求皆有加持，皆有所应。这一个是的，21世纪当下世界和平的灯塔，一个天机密。在今天我看大家都很辛苦，都很用心来圆满这个天公出巡。台湾平安，何贵你？哎，这个法仪，除了感谢基金会，我们所有董事出钱出力，我们的名义校董、荣誉董事，还有各位贤士同修，的护持出钱出力。我也交代规划院好好把维新圣教总坛建设好成就为世界和平的中达，世界和平的原点在这里发光所以今天大家都很辛苦我要维新前世各位法师你们呢穿着天剑维新博士的法服是有天意的你们今后将代表提供出存在各个家庭各个道场犹如今天台教你们走过多少个国家您知道吗走过135个国家所以您等于您很累的两个脚的退退没关系皮皮穿那穿久了那有营养这个所以要各位在维新广场在外面绕了9圈，这是有真实的意义老祖提供已经将地球浓缩在维新圣教八卦圣城维新广场由各位你们台教请提供绕到各国虽然你们在原地但是已经跨越了时空跨越了地球国际我相信维新圣教未来将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在台湾
啊，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啊。那今天有一件事情啊，为好各位一起道欢喜的。今天我是跟师母结婚纪念日。我很感恩我的岳父岳母将漂亮女儿嫁给我，我感恩我的父母啊，促成我来追师母啊，圆满成功。我相信你们有比我更美满的家庭啊，你们有更幸福的家庭啊，我在这里祈愿王禅老祖、玉皇大帝、瑶池金母啊、观世音菩萨、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各位家庭幸福圆满，各位的事业顺利，各位的身体健康，福慧增长，啊，这个是我的本愿，啊，我不要说太多了，已经说了很多了，啊，只是告诉说，我跟师母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安尼俩。首先。我们大家一个鼓掌，北京圣教幻变学院院长及各位法师啊，用心啊，我们呢谢谢这一次。天公出巡，台湾平安，世界天下太平。诶，筹备工作，维新政教规划院严昌院长、海延普法师及。坛城布置的所有贤士同修，啊，及相关单位，啊，的维新贤士同修，大家的用心，圆满了37年，最殊胜、最圆满的。一次大法会，天公出巡，台湾平安，世界都和平，天下都太平，这是非常神奇的奥秘。回顾。75年的时候，中国大陆大兴安岭大火，啊，危及亚洲，汉苏俄的安危，王禅老祖慈悲，在五前五街精修院。王禅老祖传我奇门遁甲，啊，才能够消灾化解。终于在预定的时间，火灾熄灭了，不可思议。那就是要靠天公、天公落雨，落大雨熄灭。到78年、77年、78，108啦，
臭氧层破洞，危及到整个地球的安危。啊，老祖要我们五月五日深潭在仙佛寺，如来园五百尊者，啊，护摩法会，恭送六十四万部《天德经》，啊，二十万部《佛说阿弥陀经》。七月二十四日，灾难就可以解除。果真七月二十四日圆满，大家同心同德，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六十四万部的功德了，来补天。终于七月二十四日补了30%，开始地球一直这危机啊，就解除了。这是宗教和王禅老祖的天威。其中这几年的伊波拉病毒、SARS 这些灾难，也都是人力不可抗拒的。只有用解冤释结、消灾化解、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的天威功德，啊，才能消灾化解。结果都在预定的时间圆满，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维新正教的维新弟子贤士，默默的修行，默默的啊，为名扬两界消灾化解。所以到了37年的现在，啊，老祖开示，37年内，啊，老祖已经圆满了提供所交办的功德天100件，件件都那么大的，学问要那么大的毅力，终于都圆满了。所以老祖就在今年2月2日龙抬头开始爱交际，哎呀，我们好好修22334455667788999啊，来修行，以不同的法仪，由维新圣教幻贝学院严嵩院长带领的我们的幻贝法师，啊，牲口一供养，恭送王禅老祖所开的经宝来供养，来解冤释结。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尤其在今年啊，己亥年，王禅老祖在这补天，这是以天德来解冤释结，化解干戈习战争，啊，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要遵从台湾平安
守护起，所以在今年九月九，九龙柱天星立即在台湾八卦山脉金钟宝地啊，所以九月九九龙柱的落成工程非常艰巨，传统的那么大的工程由规划院张院长张昌明院长负责执行啊，邱慧平设计师啊依照基金会的指示来执行，日夜不停啊的把这个工程完成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叫做台湾的定海神针，世界和平的灯塔在台湾。所以在一个多月前，王禅老祖开示一百件的功德天已经达到天宫的天威啊，所以天宫要出神，把你出神要去到出神呢，只有在维新正教这块宝地出神，老祖开示这个又要在演化奇文遁甲啊，这一个天威，尤其三十三天王全部圣灵光降，维新大道维新广场两侧三十三天王的圣像依照法仪接办安坐，而且要以十五台神教，十五就是五十同土，物极都天和都地啊，这个即是立即点啊，而且要绕九圈，在这绕九圈这一遍的绕，神教绕九圈一遍绕一遍接办开光，尤其王禅老祖已经将啊地球整个的真气在九月九日和十月十日在大阪道场落成法会，太极天为中心，将地球的轴心真气就已经顿到维新正教八卦圣城维新大道维新大广场三十三天王王禅老祖座前啊，这个我们表面看老祖坐在上面，事实上地球已经在了老祖的掌中，在这转法轮，所以要各位左转右转
阴从左边团团转，阳从右边转转通。若人识得阴阳诀，何愁天下不太平呢？啊，所以我们就大家很辛苦啊，依照老祖所开示的啊，由活动组组长圆律法师啊严格的执行，不能马虎啊。这个是在转地球，总共转了135圈。Thank you.